各位，请大家合掌。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，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，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。无上甚深微妙法，百千万劫难遭遇，我今见闻得受持，愿解如来真实义。皈依佛，皈依法，皈依僧。皈依佛，皈依法，皈依僧。皈依佛，皈依法，皈依僧。好，南无阿弥陀佛，南无观世音菩萨，南无大势至菩萨。好，请诸位放掌。大家晚上吉祥。今天我们还是每日文思半小时这个八大人觉经第四讲啊。昨天我们讲到说这个第二觉之少欲无为，然后身心能够自在啊。佛法呢是我们用来实操的，在生活中呢说是说少欲无为，可是他管不住呀，他想要呀，你说这个心念发在那儿，你不去满足，那么他就始终跟五花大绑绑在那里，他不甘心一样啊。所以今天的这一第三觉知，是既要修这个少欲，还要懂知足，哎，双管齐下，内外夹攻啊。因为我们这个心呀，大家看今天讲到这个心的第三觉知，心无厌足，唯得多求，增长罪恶。菩萨不尔常念知足，安贫守道，为慧事业。这叫做知足守道觉。心无厌足，很多时候呀，我们根本不知道自己心的这个力量之猛、之大、之强，或者说可怕，真的可怕啊。好像说心无厌足，唯得多求，那我们得在自己的这个过往中仔细的想想，哪一件事儿好像有这么回事儿，又有时候又觉得提炼不出来啊。实际上跟大家讲，我们基本上常态就是这样的。你看其他的不说，像出家人，我们跟这个咱们居士接触的多，我给你们举两句话的例子。一个是很多人他就讲到说，哎呀，师父呀，我知道佛法好，可是我现在怎么怎么样，家里还需要什么，小孩怎样，老人怎样，然后就说，哎呀，等我到了一定一定，等我怎么怎么样，等我怎么个时候，然后我就不再怎么继续进行。诸位可能这种话耳熟能详，自己都说过。那大家作意一下啊，一直等到什么时候？那这个什么时候是什么时候呀？难道我们现在真的就是已经丢帮爹的日子过不了了，或者不够了，或者儿孙就我们一定要把它打点好，存儿到孙都得打点好吗？那我们的上一辈祖辈也是给我们这样的，都不是自己自然而然儿孙自有儿孙福，实际上就是我们这个贪得无厌的心在作祟啊。我们还常听到说，哎呀，等我将来什么时候，然后我再好好学佛啊，等到我什么退休的时候，然后再到庙里，总之是一定要到一定的时候，然后再怎么怎么样。可能大家会不经意觉得这有什么关系啊，这个表的就是贪得无厌法，一直给自己找借口，一直往后推移，我们一直在创造条件，让我们的心不断的相续这个贪欲，不断的让它继续膨胀，再生这个想法啊。所以大家要知道，心无厌足，唯得多求呀，就是我们自己把自己给惯坏，一步一步惯坏啊。所以在佛陀时代呀，释迦牟尼佛在世的时候，阿含经里面就有这样典故，就是一个国度里面的国王，那么他治国呢，治的人的福报渐渐的损减了以后呢，有一次
他的国土中呢有一个子民，就是实在穷的不行了，没办法，偷盗，偷人家的东西。偷了东西来了以后呢，这不是被官府抓了吗？就去见王。这个王呢一看说，你为什么要偷？他说，我没吃的没喝的，再这样下去我要饿死了。这国王呢很仁慈，可能是他暂时不善治理啊，他就不是，那国库里面拿点宝贝让他回去，给他点吃的喝的，够吃这辈子就可以了啊。哎，就这么处理了。结果这个事情传开以后，全国人民这些没吃没喝的所有的人都去偷东西，他们就传开是为什么，说只要偷东西让大王捉到这个宫里面，他一定会给每个人都发啊。结果就发着发着，最后没办法止不住了，就把一个人给治罪了啊。治罪了以后惩罚了，但是他们已经止不住这个贪欲了，就开始什么呢，跑出去开始诈骗招摇撞骗，开始这个恶法越来越滋生，那么人的福报越来越损减。所以大家要知道，一个人他的心地入到这个唯德多求的时候啊，他多求的心有多猛烈，他的福报损的就有多这个快速啊，速度就有多快，量就有滑落的有多快啊。其实这么多年来呀，我们回想一下啊，在我们生活中的种种啊，这些年国人就是比如说这个随着生活条件变好，经济发展，但是我们的心啊，我们现在的心比以前涨了多少。你比如说就说这房子吧，要讲到房子，一开始的时候小小的房子租一个也不嫌啊，租别人的住的，或者到了哪里创业地下室也住着，慢慢有精力了，哎，这个收入也可以了，攒的买了一个啊，买完了以后呢嫌小再换一个，又嫌地段不好再换一个，然后就我们昨天讲的往城里买，往省会买，省会买完了往这个大都市一线都市北上广买，买完了全国各地都想有风景好的地方，完了又往国外买啊，最后弄得这个全国各地都有房子，全球各地都有房子，各国都有好多房子，这样的人有。那我们一般人听到说这个，一边觉得人家的福气大，一边呢还要把它嗤之以鼻。实际上告诉大家，我们没有这个机会，也没到这个因缘中。他原来也是这样子，但是为什么到这儿就身不由己心不由己的唯德多求了？人人皆如此，诸位要晓得啊，我们到了这个地步，或许比人家更贪，所以你看为什么这个吃野味吃的是越吃越多，就什么都想吃，该吃的不该吃的都要吃啊。你看我们上一讲在安四全书里面讲到，还说杀生的时候说这个蛇呀蝙蝠呀什么这个鳖呀什么这一类的，说这些没人吃，现在什么东西没人吃，唯德多求啊。所以古来大德里面这是讲的说，终日茫茫为饱饥啊，方得饱来又思衣，然后衣食具足了又觉得这个媳妇少了，古人这一夫多妻嘛，娇妻美妾嘛啊，有了媳妇多了又觉得出门没轿子坐，有了轿子坐了又觉得田地太少，田地太少等成了地主呀财主呀员外呢，又觉得没个人当官，护不住受人欺负啊，最后直至当了皇帝又想长生不老，这就是人啊。所以菩萨早知道了，说菩萨不尔常念知足啊。你看我们总是说古代是古代的事儿啊，现代是这样，我们一直是这样。商人那么精明，为什么特别会掌握人的心理呢啊？你看他们，你比如说衣食住行，坐汽车吧，你说汽车为什么有那么多的款式，价位不一样啊，一什么一款一款的出来，从高到低，从贱到贵，为什么？就是让人心无厌足。这一个苹果手机，它不是先把你的所有的功能都给你摆出来，它是出一次加一个，出一次加一个啊，然后你呢就不断的一次又一次，一次又一次，就这样。这就是跟钓鱼一样，为什么钓呢？因为我们的心唯德多求。
啊，不仅仅物质方面是这样的，包括精神层面同样也是如此。一颗心表达的这各种层面，你看为什么我们坐在家里面，可能这段时间大家也看饱了吧？啊，一看叫电视连续剧，为什么叫连续剧？就是你想知道这个剧情怎么发展，啊，怎么进一步反转，啊，这个跟你的心理不断的加码啊，不知足，看看下面会怎么样，啊，就这个探奇，这个想知道，这个好奇的心理，实际上也是心另外一种唯得多求的体现。啊，所以我常说这么多年的春节联欢晚会，这个国民的这个大餐过年的时候，实际上现在你回想跟八几年第一场的你比一下，就好的不知道多了多少倍，结果人们是一年骂名比一年多，就觉得不好看，就觉得不行，还不如去年的，就是这样。为什么？心无厌足，种种方方面面啊，大家知道，真的是你看为什么民间的这种信贷啊一下子断了，那么多的人受牵连，这么多的人怎么进去的嘛？高利贷呀，跟你借10000块钱，马上就给你2000利息，他只拿8000，啊，然后这么辗转相告，就六亲眷属都倾家荡产的给他那儿放，最后一巴掌拍没了。为什么？也是掌握的，就是人最本能的这个能掌握住，实际上他就把人控制住。啊，心无厌足，唯得多求。所以我们现在这个也前面讲到这个欲海回狂，男女关系也是这样的，一个不行还有两个不行还有3个，越多越好，在一起吹牛还比啊，认为得意洋洋，不以为耻反以为荣，都是这样子的啊。甚至父母让小孩去学东西吧，又想学钢琴，又想拉二胡啊，又想弄跆拳道啊，又想这个画画书法，就什么都想，孩子就是由着自己要把它硬生生生的往那儿塞，也是唯得多求。你看所有的方方面面，就把我们这个心呀，就是表达的淋漓尽致，这都在生活中哪一样都缺不了。甚至咱们是佛弟子啊，那说起来你看，就讲这个其他的不要说，就这个做功课吧，我们现在过功课精进勇猛量大当然是好的，可是我们这个心呢就剥离不出来，就是这个心无厌足，很多时候他就觉得我要送多少步，要各种都要送一遍，然后弄多少声啊，多少遍，这个从今天，然后一旦有事情或者什么，就跟做买卖加码一样，马上我说今天再念几步，就你说本来是一个很好的这样的一个静心的功德，结果我们都把它给摆布成一个乱心的法门了啊。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，你就不可能出现这个安贫守道，要守道为慧事业，这个智慧出不来。最近我就遇到一个微信上的一个道友啊，可能他现在也在听法，我要把他的例子供养给大家，算给他增点福报。通过了以后就不断地问我啊，念观音菩萨行不行，普门品行不行，地藏经还怎么样啊，金刚经，就不断地问着觉得哎呀，小孩要好，媳妇要好，他要调到某某局啊，希望会向给他的这个局领导能把他调到局里边，什么都要好，就每天发几条啊。所以大家想想，这就是我们本来是安心之法，结果我们就因为这个心无厌足，唯得多求，成了乱心之道啊，成了乱心之道。大家想，这个罪恶是什么，怎么生起来的？就在这过程中，我们的这个目标呀，一旦这个功利起来了，人就跟赌徒一样啊，赌徒一样，你看唯得多求，增长罪恶，眼睛红了嘛，赌红了。在这样的情况下，一切的道德标准、法律约束，他都会跨过去啊，都会心存侥幸的一直视而不见。殊不知很多时候祸根已经就埋在那儿，就是在这个多求的过程中埋下来的啊。有时候讲讲啊，你看现在为什么人都
相互欺瞒欺诈，没有诚信。我也遇到人总说法师呀，我这个被人算计啊，或者又被人在这个经济上算了一笔，给这个欺骗了一笔，或者怎么样，也有这样的情况遭遇啊。反正总是有时候我们实际上替自己想的是自己的一面，或者说的是有利于自己的一面之词啊。那么他们很多时候呢就还就感觉到说，为什么观音菩萨不管呀，不救啊。有一次呢，也有一个善知识善友也算是提醒吧，他说现在的人为什么遭那么多骗，我们感觉到这些人太坏了，心无厌足，多求骗我，增长他们的罪恶。我们从来没有反过来说我们是怎么来的，我们拥有这些是怎么来的，怎么来的有时候就得怎么去啊。大家扪心一下，古人叫人无横财不富啊，真的是实打实的啊。所以这个增长罪恶，你看举几个例子啊，又讲到《红楼梦》，《红楼梦》这个王熙凤呀，就机关算尽，最后把自己给算死。他还说：“我是不相信什么因私报应啊。”结果最后呢，就一张破席子卷走了。还有这个大贪官和珅啊，和珅那会儿受宠受到什么程度啊？太这个骄纵，一样的大臣呀，两个人去朝里边见这个乾隆皇帝。那么这个大臣呢，可能在地方上为官呀，好不容易可能是哪里进贡来的一个宝贝哈、啊。那么他呢说想去进贡给皇帝，一块跟和珅往宫里走。哎，和珅看见就是这个东西好，哪里来的？就那个贪婪心就贪出来的，想要，啊，想要了这个。同僚呢很正直，他本身就看不惯和珅啊，就是今天给皇帝去进贡啊，给这个皇上去进贡，结果把这个东西送到皇上那儿，皇上看了以后玩了玩，等两个人又一起出宫出来的时候呢，已经怎么样，这个东西就到了和珅手上啊，他就这么得宠，越贪贪到最后富可敌国。那么大家想想，为德多求，福报多损，增长罪恶，罪恶多增，最后姻缘一到，没有福报了。好了，和珅跌倒，嘉庆吃饱啊。所以有时候啊，对着这种心无厌足啊，你看为什么秦始皇他想的倒是美来着嘛，秦始皇想求长生不老啊，成了千古的笑柄了，而且还美滋滋的觉得自己秦朝说这个秦始皇秦二世，就想着秦三世秦四世就这么一直下去了，这不就是心无贪足嘛？结果太造孽造的多了啊，这个把这个圣贤之书给焚了烧掉啊，活埋这个知识分子啊，那你想想这样的大业造的下去，连二世都没出，那就被起义军就给覆灭啊。所以呢，大家想想我们现在啊，你看说王熙凤这是小说里面的事情，实际上我们世间有多少王熙凤啊，正在算计，正在弄权啊。现在的世人呢，很多时候真的是现这个贪婪相，几乎是只信自己，不信因果，不信因缘，不信命里有时终须有，命里没有不要强求啊。那我们讲讲世间，你太去贪了，心无厌足，去求这个欲无止境太多了，增长罪恶啊，还算是旗鼓相当啊，因果相当的。在这个出世间道场里边，你依然还这样，那可就没得商量了，这个罪过是成立次方的增长啊。为什么这么说呢？我们现在很多时候呀，想在三宝道场中谋利。我跟大家讲，因为我在佛门啊，那么听说的也不少，见闻的也很多啊，就是这样来的。这个心太贪了，那么世间你做什么产业，你去辛辛苦苦赚，你去用作
对吧？你去发心去这个创业都好啊，他非要到这个佛门里边来，非要立次方的增长这个罪恶多少开始啊。他一开始本来在道场里边庙里边，哎呦，弄点项目啊，弄个家具呀啊，建寺院呀啊，或者说这个这个佛像呀等等，可能会做这些啊。总归庙里边嘛，他十方来十方去，但是他还需要这个具体的这一些日常用作呀。那好，他这个生意因缘做到这里来了，哎，慢慢就是这个利欲熏心，就心术不正了。怎么不正了呢？就开始觉得这个庙里师傅们好说话，很慈悲啊，也是外行，他们说什么是什么，就开始偷工减料呀。大家要知道，你欺骗佛菩萨，明着欺骗啊，佛菩萨还大慈大悲，护法就要收拾你的呀，他看不过去啊，护法最恨的就是这种人啊。所以有时候以次充好啊，佛像的质量甚至都不行，这还算是可以的。慢慢变本加厉到什么程度呢？把道场当做投资，他要分功德相连的钱。你说这个钱拿去不但害自己，而害死家人，谁花这个钱谁麻烦啊。那么工作下的钱完了以后还不满足，最后要什么？自己动脑筋，自己盖庙，自己投资，自己弄功德箱，雇一些七大姑八大姨的，剃成光头当职工，在庙里充和尚收钱。你说这个一念心从开始啊，本来是接的三宝缘，应该是生恭敬心、供养心、培福增慧的，结果呢他是道反道其行，最后把自己彻底是珠帘六亲眷属全部埋得下这个地狱种子啊。所以这种罪过呀更是麻烦，切莫去动三宝常住的物啊，真的是把自己给往绝路上逼啊。所以说这就是说增长罪恶呀。在这个过程中，人家叫积德积德啊，我们叫造罪造罪，造得没完没了。为什么？就是因为满足这颗贪得无厌的心啊。所以为什么这里讲到说菩萨不尔常念知足，安平守道要知足啊。我们今天实际上这个主题换成一个另外一种说法，就是真的是本无外贼为防我，我们这颗心各有因缘莫羡人。每个人呀到这个世间来，他都有自己的福量啊，你是多少就是多少，你真的是别人的你眼红也眼红不来啊，你就哪怕又是想个法子用这计策给弄过来，我告诉你不是你的你还拿不住，不是你的拿不住。所以为什么这讲的是常念知足，知足就是是你的就是你的，该来的一定会来，一点也少不了啊。那么正正好就好了啊，你不要在上面再去动那个心思啊。你看说到这里，我们真的有时候为什么这里讲到叫安平，这个安守道，这个守就是安守在这个自己随缘这个因缘中。我给大家讲两则啊，这个是我亲身亲眼啊亲自参与的事情。在白话庵这边道场里边呀，我们那十方来的师傅们不是来挂单吗？我就去两个师傅特别有意思啊，一个师傅呢是在这里挂单法挂单啊，他呢来的时候我就感觉到他是这个另一种风格吧啊，应该在其他庙里面具体的做一些事情吧，或者说发心啊。我们这儿呢是月葬，他跟这个气场就格格不入有点。哎，当时我还跟另外师傅说，哎呀，这个师傅可能咱们这儿可能没姻缘啊。结果果不其然，我头一天动了一念，因为挂单房呢叫外寮，那我们住在那边呢叫内寮，就是说已经常住下来了，总被让常住了啊。我头一天动了一念说希望他常住的话，就问说知客师傅要常住就给搬过去也可以，就动了这么一念。第二天他就跟知客师说他要走，他不住了啊，不方便住了。那么有意思到什么程度呢？他在我们这住了，刚好那一天有斋主供斋吧，好像给一个月的下来发了500块钱，啊，他
他在这个庙里边一共就是领到500块钱的单资，住了一段时间。可是这个500块钱真是他拿不住，不是该他的。他拿了这500块钱了，结果就遇到一件事儿。另外有一个同修道友呢，从佛顶山拜山下来以后呢，哎，路过这儿很累，坐在那儿，那么就到这个挂单房了，借着歇了一会儿。走的时候呢，落下一件 T 恤，夏天。这个 T 恤呢，第二天走了以后落在那儿了。他认为走了就走了，没用，就把这 T 恤呢，穿过的旧的嘛，那就这么给处理了，就扔了。结果过了一天呢，人家又来要，说这个 T 恤呢还是什么弟子给的，很好，是这个洋品牌外国货，很值钱，啊！结果最后讨来讨去没有办法，说怎么办？说你给我赔500块钱，你500块钱一共领了500块钱，一巴掌拍过去，啊！就是什么东西都是恰恰好，正正好，不多不少。你仔细观察去。啊，如果您能把这个观察清楚了，自然而然心就安了，就守到了，就守得住。啊，还有一个法师呢，现在还在我们这儿住着啊。今天有意思的事儿，给大家说说道场里面的趣闻哈。因为师父们呢都特别的很慈悲，也很纯真。实际上跟大家这里讲到的安贫守道，除了我们说在物质上知足啊，生活过得去，而且心地最好要单纯。守着我们的信仰心行，不要滋生那么多杂念，直心直口，啊，这样的人是最有福报的，因为你一点都不要去操那个闲心。那么，我们这里有一个法师啊，他就是，一个老参吧，这么多年特别精进，很有修行啊，现在还在我们庙里住着，啊，他呢进丹的时候呀，我们佛学进丹就是说，等于说给你这个进编制了。那每个月要给发一点单资呀，他要买生活用品呀，牙膏呀什么这些，发一点单资呢，他有差别，因为还有一个保险啊。现在你看确实是给这个僧人也给上个保险啊，菩萨慈悲道场，因为你人生是无常的嘛。那出家人说实在的，出家这么多年了，那没儿没女，如果有时候在道场还行啊，出去云游或者什么，没有这个打个保票的话也是很苦啊，太苦了，一下子退了道心就很可惜了，都有保险。那么这个师傅呢，他有福报，他的弟子给他做过这个保险了。按山上的规定，那么你如果没有投保了，要在我们这儿保；如果投了保了，就不保了啊，在山上不保了，他还给你补偿一点点钱，不知道20%，就是补偿一小部分啊。结果呢，这个师傅进丹的时候呀，这个补偿要到50岁。但是他差一个月到50岁，那没有办法。哎，法师嘛很豁达，说：“哎呀，这就姻缘，这个没有这个福报姻缘，就算了算了，就不补偿了啊。”说差一个月进单就进单，啊，结果呢，你看这个事情啊，该是他的就是他的，刚好呀，这老和尚因为他住禅堂住了好久，在我们道场里面现在负责禅堂领众，就是带着大家一起坐禅。那么我们要给他挂个职叫公务。也就是等于说执事的意思，这个执事在待遇上呢还有点差别项，啊，就跟比如说辛苦吧，更对于这个发心的一种，这个从这个俗物情这个钱上面的一种表达，就把他正好缺的那份钱给补回来了，就不在东头就在西头补回来，啊，补完了以后呢，那我自己现在暂时当家师，我还觉得说，哎，我是真的修行，现在啊真的修行的师傅反而更不容易。因为他要用功办道，有时候脱俗，甚至不会来事，这个人情世故不是很通，他反而走到哪里都碰壁，都不受欢迎。所以我有时候觉得说，这里讲到的安贫守道啊，就是我们说的要常念知足，但是多多少少有一点点备用金吧，算是以防万一啊。特别越是修行的师傅，我现在有时候实际情况，因为我们这个时代啊，我这个是个人的意见，哎，那我想照顾一下，给他再争取一下这个事情，看能不能争取回来，啊，因为已经过了一个月了，我就问一下，看我们佛学的相关制度，但是人家说不行了，啊，那我想一个办法，有一个什么办法，除非他就是说从我们庙里面再出单，完了再进单，哎，这就够50岁了，能够达到那个标准，可是后来。我这个脑子算进进出出一想，只要他一出单，这个公务执事又拿不到了，啊，也就是说，只要那边一补，这边又得扣，
反正就这么一模一样的这么亮的钱，你只能拿到一份儿，就不行，啊，就这个姻缘，谁都没有刻意去卡或者是人为的难为难，没有，就姻缘中就一切都是人算不如天算，算的刚刚好。所以大家看，为什么叫常念知足，啊？我们有句话说，你把这些事情啊，稍微你放下一些东西啊，就是放下这个对他的执念，实际上并不会真正的少什么，少的就是烦恼，啊，少的就是烦恼。所以所谓的这个常念知足，安贫守道，慢慢，大家要知道，能够守出来一个什么呢？守出来一个为慧事业，智慧就会出来了。啊，你的心知足了，那么一直是一个安静的安分的状态，慢慢心安分的状态久了以后，就心就干净了，心干净了，心就会清净，啊，清净了，智慧就现前，啊，所以大家仔细琢磨琢磨，你还不要说还跟菩萨辈儿说，菩萨跟凡夫的差别就在这里，我们就算一个凡夫俗子啊，你正当去这段时间以为说哎呀运势来了，这个追求一些外在的物质的时候，哎呀猛烈的你的心都停不下来啊，都一天都是躁动的，那么你稍微自己这么停下来想一下啊，琢磨一下，先往这儿会一下，就这么去做一思维一下，你都马上会觉得是很坦然很安分的啊，心是一种安宁的状态，不是那种躁动的，啊，把自己逼着好像一股力量推着就身不由己一样，啊，所以这就是说，世间的啊这种智慧清凉的感觉都会升起来，而出世间呢更是如此，啊，更是如此。实际上呢，安贫守道呀，真的是这样，啊，我们说有时候你看除了。为什么我们说物资哈，佛门里面叫道粮，道粮就是够你吃住衣食住行够用的啊，或者哪怕说以防万一的有一点剩下的不要太多，那个为什么呢？因为你这个钱还好处理，说实在的钱哪天一发行了，因为它可以等价代换呀，所以说布施就布施了。有时候你像我自己这个东西，哎呦，过去我说这也是贪心招感的吧，这个东西啊，现在有时候是隔几天再收拾一次啊，能舍得就积在箱里面跟师傅们谁要结缘吧，反正也不敢说共纵，因为这是有的是用过的，有的是不要的啊，谁需要，就像我们叫平心葬有一个地方一样，现在没了就是箱子放在那儿吧啊，你把那个东西呀、啊、围在你周边，你都觉得压得不行难受啊，这真正人清净一点修道的人都有这个共感，难受啊，那么你清楚一点，再清楚一次啊，越来越这个屋里边压堆积的少，你的智慧啊，你的这种清凉，这种心地上的清凉就会出来的多，它一定是成一个像这个连通器一样啊，天平一样，这边上去了那边就下来，那边下来了这边就上去了啊，这是必然的一个安贫守道为慧事业，就会智慧就会现前啊。所以很多时候呀，安贫守道我们从外向上也是能够感受得到的啊。为什么这么说了，如果真正是一个守道的人，他的气场呀，诸位特别是居士们，你们去亲近三宝啊，都会有这样的一种感受，假如果他不杀生，常杀不杀生，心慈悲，那么他的气场就是让你们特别想亲近啊，特别觉得在跟前呢可以无猜的讲话，不会有这个提防感。假如果一个道人他不贪财不贪东西的话，那么他散发出来的一个就是说你很信赖他啊，或者有一些拜托他做的功德呀，你就会无怨无悔的，一点都不会生怀疑或者提防的，说觉得他行不行呀，值不值得呀，这自然而然顺就是顺势而为，还很欢喜很放心啊，甚至有时候你说供养一点呀什么的，这些都会觉得法喜充满，这就是说一定是他从心地上真的有这个功德啊。
不是说东西刚拿出来眼睛就活灵活现的转啊，就盯着不放，这个自然而然久而久之大家也会辨别。修道人啊，这就是为什么说菩萨不尔常念知足，因为多欲不知足的人最障的就是智慧啊，智慧就是所谓的道，佛法里面讲的道嘛，啊，戒定慧最后的落脚点就是智慧啊，般若波罗蜜，心经不是也是讲的般若波罗蜜啊。所以啊，我们要常这样的去训练，因为说实在的，我们常讲，你看说法师讲，好像我们出家人，实际上大家都是出家人，啊，出家人就是什么，云水生涯，啊，我们常说走哪儿算哪儿，死哪儿埋哪儿，反正就天下的寺院丛林，你就去住啊。我们每个人到娑婆世界来啊，也是来挂单来了，也是来云游来了。所以要常做这样的训练，慢慢的安平守道。比如说守出来一种什么效果啊，就是慢慢的你的心清净的无为的，我离了一切人一切事儿都行，你不会有空落落的感觉到哎呦没靠了，很紧张害怕失去啊，在这上面没有执念，那么一切的人或者事儿不要我我也行啊，离开我了我也行，我离开也行，离开我也行，既没有期望也没有失望，一切随缘自在，这就叫身心自在，安平守道，为慧事业啊。所以真正的安平守道，一方面是从相上来讲，就是对于这些物资呀或者是不要太贪足了；二一方面就是你的心是坦白的，是平静的，是无为的，不要有那么多的想法，应缘应景就可以了啊，这个就叫随缘不变，不变随缘啊。那好，今天有一个问题跟大家分享一下啊，这是有这个同修提出来的啊，说讲到说昨天不是说到说这个少欲无为啊，前天还讲到说五因无我啊，那么这位同修就问了说，既然五因无我的话，那么让我们跳出自我，这个世界上可是我们仍然在说我吃好了，我上班去了，我做好了，我睡觉了啊，说如果无我的话怎么说这个上面的话呢？这个问题啊，实际上为什么你看每一部经典之前都有如是我闻，实际上阿难呢，他也是证了阿罗汉了，他人家才证的无我啊，但是呢他不是随着佛的境界就彻底把这一切否定了一样，好像空了，不是这样的，这是我们对于佛经的错解。就算佛证到佛的境界了，他依然还会随着什么呀，世间法世间相，随着这个相假说有我啊，依随情说我，就是随着众生的情见说有我啊。但是实际上在圣人的正量中，不管你说有我也罢无我也罢，他都是实际性的无我的啊。我们现在在凡夫的烦恼中，不管你说有我也罢，或者思维无什么是无我，实际上我们都是有我的，你要把这个搞清楚啊。我想这位同修呀，虽然问题好像提得很密集，但是我断定你没有好好听法啊，因为这些话呢已经讲过好多次了，每部今天开始都讲啊。所以我们提问题有一点，就是说大家真的是内心发自内心坦诚地出现了问题，而不是打妄想，为了提问题矫揉造作出来一个问题，没有必要啊。那谢谢这位同修提的问题，正好让我以点带面的说一下，大家要听法要多闻啊，因为后面我们就会讲到多闻很重要。好，今天就到这里啊，请大家合掌。南无阿弥陀佛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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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南无阿弥陀佛。愿生西方净土中，九品莲花为父母，花开见佛悟无生，不退菩萨为伴侣。好，随喜大家闻法啊，我们明天再见，阿弥陀佛。